主料，鸡翅500克，辅料，蒜、油、葱、姜、酱油、糖、香叶、花椒。准备时间10到20分钟，制作时间10到20分钟。将鸡翅在沸水中焯一下，炒锅放油，放入葱姜煸炒，将鸡翅放入锅中翻炒，倒入酱油，翻炒鸡翅上色，加入清水、姜、蒜、香叶、花椒、盐、味精炖至20分钟即可。烹饪技巧：中火炖制，时间在20分钟即可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